上甚深为妙法，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受持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可以开始。就是月光寺的心经入法身，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抄经呢，也别有意义。中国古人说啊，叫君子以文会友，心经啊是一部非常值得去风诵、去读诵，而且它很容易携带。尤其我觉得我们今天抄在这里抄写心经，别有一番的意义。我们希望透过大家抄经的功德。大家这种诚心诚意，大家这种禅定啊，这种定力能够化解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全球，让这种瘟疫、这个疫情呢赶快过去。我们用般若心经，心经给我们的般若智慧，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纷纭扰乱的世间，那么也给自己的生活呢带来祥和。祝福大家，感谢空师父还有我们的妙西法师给我这样的因缘。各位，您现在所抄的这个份心经，我今天带了一个大皮箱来，就要把各位的心经带回月光寺，因为以后的大雄宝殿是供奉释迦牟尼佛，他的金刚座下我们在3年后落成之后，您今天所抄的这部心经就是要供奉释迦牟尼佛的金刚座里，所以我们称它是心经入宝座。很多人跟我说他很感谢每天早上一早就能够收到一份有智慧的报纸，尤其在现在这个一个社会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里头，还有一份这样的福报让我们知道方向，让我们能够注入一点智慧。那今天又透过这个抄经的意义真的是更加的殊胜啊，能够把这部心经入宝座，我们真的是恭逢其时，大家我们都很有福报。法界人缘利人天，常尽戒和平等等，常会感恩大愿心。